7发现一个富士都是一级木林兵，然后看一下，第一个先买，先可以买这个卡，然后你到这边买这个林兵票，然后打开，然后阿斯什么鬼啊，然后盖上，然后摇，接着摇晃，然后接着结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可乐结冰的一个很神奇的机器。我们现在试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买两张吗？两张有打折，我买。好，应该把它解决。我超讨厌喝可乐。好帅。两张一个。你是小玉吗？啊，对对。我看影片。好，谢谢。遇到粉丝，遇到粉丝，先打开，看我，打开，要 us， 记得 us， us 后，盖上瓶盖，剧烈摇晃，好丑，你们看他姿势超丑，像很帅吧，超趴的，哇，一点，你看，哎，好酷哦，你看里面结冰了，结冰了，哎，帅，喝看看有什么差。就只是假。他说他蛮喜欢。然后我知道是什么，这就是可乐汁我被雷暴吸。你很吃哎，所以那是冰吗？是冰，很冰，变更冰。蛮酷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来到西门町这个地方，然后来找这个可乐机，它蛮酷的。可是它蛮难买的。不会，因为我刚才问，他说有卡吗？说有很多，所以你们只要去找柜台拿，就可以拿卡，一张22块，两张打折。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